掌握关键，变身时尚网红。墨镜很重要，包包呢一定是要很随身，在被拍的时候一定不能看镜头。就是一定要好像在看在拍戏，他们一定会拿着咖啡杯或是一个包包，然后嘴巴要讲话啊，没有看到啊，在哪里啊，这样拍起来就很有感觉。今天内容请看女人我的答案。